这时的杜兰云已经接受了我党新的指令，借他在德国留学的身份，成为德国工程师冯尼古特的助手，顺利的潜入了日军机场。哎，ドイツ人と一緒にいるあの女は誰だ？中国人。あれはドイツから派遣された中国人技師です。ドイツから来た中国人技師だと。はい。グムの確認取れてんのか？すぐに調べろ。はい。 彼女の資料か。はい。名前はドゥーライン、女、26歳。戸籍は山西省の西町32。幼い時に父を亡くしており、7歳から18歳まで海援女子中学に通っています。モンヘリ理工学校、機械工学科を卒業しています。そんなことより、なぜ彼女がここに来たかを知りたい。はい。 空軍はその発動機はすべてドイツ製であり、必ずドイツ型のエンジニアの必要で半年に1回交換すると思うことです。屈辱だな。これは日本帝国の屈辱だぞ。続けて。はい。彼女が今回来た目的は予備の部品の配達、そしてワニクータと半年仕事をするとのことです。彼女の実家はどうだ？守备队去丁家调查呢，我只是担心会给万子清外公家招惹上麻烦。应该不会。万子清那儿有啥消息吗？他没有随三十八军走，应该还在中条山这边。我是不是不该问这些啊？可以理解。我希望你尽快的开始行动。国共双方的军队在中条山这边伤亡惨重，都是因为敌军的这个机场。 以后遇上事儿，脑子多想想，想不出来想一百遍啊！
その刀はいくらだ？这把刀多少钱？我只卖马，不卖刀。馬売る、刀売らない。この男に伝えろ。その刀が欲しい。いくら出しても構わない。队长只要刀，价钱由你开。多少钱不卖？你说不卖？这刀客的刀，就是刀客的命。我能把命给你吗？刀刀客命，だから売るない。馬売るだけ。这年头刀客营生不好做，只卖马。这刀跟我分不开。この男と馬と刀全部買おう。一緒に連れて帰るぞ。はい。队长说，连马、带刀、带你都要一起要。你跟我们一起来。多少钱？いくらくれるか聞いてます。好きなだけくれてやろう。你要多少钱，就给你多少钱。都起来，该干啥干啥去都。一个个愁眉苦脸的，别回头让你们冲锋的时候站都站不稳啊！回睡觉去。这不是说睡就能睡得着的，他一个人在机场，谁不担着点心啊？你担心有啥用啊？要不我就说你们一个个都不成器了。你们睡不着。你信不信他现在睡得直流哈喇子？信不信？啊！说不定这个侯秋日的这会儿正打呼噜了，啊！就是嘛。这方振东，要是连个马夫都混不下去，那他炸个球机场，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那不担心，不担心。这下面就得看老胡听召唤了。很好的茶。空港を出入りする人間は、私が这个机场的人，必须通过队长的面试，请见谅。我可以理解，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，更应该严加审查。中国人には厳しく審査した方がいいとか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。実家の銀行で片腕の男が働いている。どういう関係か調べろ。你家里的买卖做得很棒。今天队长看见一个端臂先生，他是你什么人？那是我三舅丁黑。你可以转告石村队长，他如果想知道我家任何的细节，我现在都可以告诉他。包括我家前院鱼缸里养了多少条鱼。另外，请你告诉他，
我现在代表的是德国军方派驻这个机场德国公司。彼女は現在で、この空港の整備士です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いい仕事を期待してます。好了，祝你工作顺利。<笑>谢谢。黄建东，队长找你，跟我来。 站着就是。你是哪里的？说不好吧。什么意思？我是三岁的时候被我师父捡去的，当时是在甘肃的武威。 应该算武威人吧。武威那边有什么好玩的？曾家铺、白塔寺，还有登山村。要是没去过这三个地方，就等于没到过武威。那还有什么好吃的呢？三岛车呀。三岛车？腐肠、腊肉、行面。塞顿的古斯卡给加多，塩漬けの干し肉美味しいです。到客とは何だ？杜江想听你说，什么是刀客？他懂个球啊！我跟他说，他能听得懂。你说吧，我懂。你这小子。 要明白这是什么地方，下了你就跟踩死一个蚂蚁一样的。就是替人家押货送货的一个营生。比方说你有东西，让我去给你送到哪儿，我给你送到那儿，只要这东西没少。 没丢，没坏，你就得给我钱，这就是刀客。荷物預かって目的地届けてお金もらう、それ当客です。はい。こいつは人を切ってる。こうしたことがあるか聞いてくれ。はい。我们队长很喜欢这把刀，他说看得出来。 盗客に投法はあるのか？队长问，你说道客有没有道法？有。あります。さあ、見せてくれ。
旅长要干你刀客的道法。 以后遇上事儿，脑子多想想，想不出来想一百遍。弄不成，我们刀客有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出刀得见血。刀客抜いたら切る、血見る絶対でさ。刀客。 喂，喂，管家哥，你在干啥呢？割草，喂马。马厩旁边也有草啊。这儿的草肥。回去。 元気がないんだ。すいません。あったんじゃないのか。いや、それが。はい。すいませんじゃないだろ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せん。何言ってんだ。はい。おい、しゃがんでこいしゃ。はい。
坐吧。哎呀，到底怎么样了？这个五六分的把握要多些，六七分，七八分把握吧。但是啊，你这个马它是个东洋马啊，这种东洋马呢，我头一回看见。你们这个东洋马跟我们中国不一样。你少废话，你就跟我说。 这马得了什么病？能不能治好？哎，干嘛呢？你大人，给多少钱啊？不治？哎！我去，50块，包你治好。事成之后有你10块，你可这个陕西大条件就没有第二个人能治这个病，这不是你自己看。 大丈夫，大丈夫。几天能治好？那就说不好了，一两天也是他，啊，三五天也是他，三五个月也……三五个月我就亏了，我不可能那么差的。大丈夫，大丈夫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答应了，四十大人，但我要告诉你。 马治好了，你才能拿这钱。治不好，你就别想离开这个马场。我保证给你治好吗？你。 马上去干活。马哥，治好了吗？得，俺能好好干活。这个东西对我们太重要了，有了它，我们在中条山的伤亡就可以大大的减少。对了，组织上对你还有个要求，当然是在保证你安全的情况下。 你说，只要是对我们有益的，我都会尽力去做。上次38军进攻机场失败了，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机场内部的结构、装备、布防，还有换防的时间等等这些情况，没有进行详细的了解。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，里面有些地方我们也是不能到达的。 小燕，可把我们给吓死了！这两天你在睡了啊？小燕，小燕，你说说这两天你都看见什么了？他们咋样？好着嘞，好着嘞！哎，多亏你给那个古法太蛇了，我才给2匹马抹上，穿草了。你赶紧说说。 这两天你在这儿看见什么了？怎么絮叨啊？
你把马看好，回去。我不是过来看马的，你倒是说说呀，你看见啥了？你看见啥了，我就看着啥了，我没比你多少。兵哥做了这些天，这机场就是个四方块，但是它分了三层，咱这马圈算是第一层。 你别说到最后一层的停机坪，你就连第二层的生活区你都进不去。你刚离油库近点，那碉堡上就开始喊话，你要敢靠近跑道，他就敢开枪打你。你说我还能看着啥？什么也没看见，我还以为要着火人家动手了呢。别在这气我。 这个世界真是，我岂不有啊？又都抓到一块来了啊！还跟着个洋鬼子，他也是来，可谁陪他来的？反正不是马队长，马队长没提过。万子清。 有听得懂中国话的没有？啊，有，有。来，给我备两匹马。啊，好好。
那个马夫赶紧给这位外国先生跟小姐备了两匹马，来，您来。您来。我有任务。炸机场啊？那是最终的目的，还有别的。男的是谁？我的德国同事，工程师。掌柜，马病引进的怎么样？啊，是这样，我没敢都治，挑那个两匹病得重的试了下，效果挺好的。报告します。本日の第一科目は40キロ行軍。成果はまずまず。2名が脱落。規定通り一色抜きとします。第二科目は白兵戦の練習、成果は良好。第三科目は格闘術の練習。もういい。例の女技師はどうだ。今のところ異常はありません。実はもう敵の意識を感じているんだ。誰ですか。わからん。咋解说呢？能说啥？就说了两句。一个是他到这儿干啥，还有一个就是那男的是个啥，他的同志。同志？咋就还出来个同志了？他没说是修飞机的同志啊，还是炸飞机的同志？我哪知道？我都跟你说了吗？就说两句，你不是数。这个杜兰勇不会是共产党吧？什么东西？这就是以前说的赤匪，那现在都不这么说了。共产党里边互相都称呼同志嘞。哦，那是就是那个洋人的那个党。那是个穷人的党，这个世界上不是穷人多吗？那这党是干好事的还是干坏事的？我看马队长啊，就是个共产党。那就是干好事的。你管他是啥呢？反正现在多了俩人，帮咱整这事儿。哎，可你得跟他问清楚了吧？咋问啊？这些日本鬼子，着什么急呀你老？一百遍。是的。一百遍。隊長、隊長、お話あります。な、あの男逃客、危ない。目見るわかる。絶対危ない。お前の目も危ないぞ。私のは危なくないです。それあ、なんだ。お前は危なくないな。当たり前じゃないですか。あの男ここに残すは危ないです。私信用してください。なんで中国人は中国人を信じてやれないんだ。中国人だからですよ。いや、お前はここに残ってろ。後で後悔しても遅いよ。杏儿，你找我。来，快坐。明天早上你给我盘个灶，我想从明天开始打磨了，就在集市上摆个摊儿卖咱潼关的肉夹馍。为啥？你说是振东哥和静才叔，说是去机场摇马。我估摸着，他们连飞机边儿都没挨上。你想，马队长那么厉害的人，还带着那么多的兵，这么多人都没把机场打下来，这事儿得有多难呀！现在看来啊，
这个打机场还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。你看看，咱这一屋子兄弟，啥都不干，太扎眼了。我想咱摆个摊儿，弄个营生，也不至于那么扎眼。你说呢？行，我跟他们说去。哎，那个，从今天开始啊，兄弟们，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随便外出，不管干啥，全部按刀客的家法处置。你觉得呢？行，听你的。ワンジェントの馬を外に出せ。どっちが上か比べてみる。はい。哎，站住！队长想看看，是吉纳刀客的马快，还是大日本帝国骑兵的马快？我们队长让你上马，还不快点嘛！嫌なら乗らんで構わんぞ。だが。この馬がどうなってもいいんだろうな。队长说，不想让他活着，你可以不骑马。巻き落としてるのに気づかんとでも思ったか。覚えとけ。俺は俺を騙そうとする人間が一番嫌いだ。走！撤！下！貴様は正直な奴だ。中国へ来て7年、初めて砂人に負けた。さあ、おう。